太公钓鱼锤是在咏春白鹤拳锤母、三战子午锤锤法的基础上，在进一步的功法练习套路。该套路除固有的三战法外，又有中盘的十字打法和十字解法，更有金鸡啄骨、白蛇吐信、横扫千军、秋风扫地太公钓鱼的下盘追法，和左打太阳、右击太阴、旋风跨剑、当头捧鹤的上盘锤法，使锤法锤打如撒网的气势充分展现出来。锤法有挑、剔、捆、杀、点、摔、劈破、遮拦、价格等法，使三门六路沾箍密结，攻势凛厉，防守缜密，能有防身固己、打血伤人、断筋碎骨之作用。动作简单实用，朴实大方，积极性强，细想品味，当能悟出其旨奥玄机。身体自然站立，右手握锤于三分之一外，锤头着地，左手贴于左腿外侧，两眼目视前方。右脚扫锤头后落右脚，退左脚半步，右脚跟着叠退半步，左手握锤头下三分之一处，右手半月式，即右脚虚点地面，虚步请锤，左竹筒倒水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右小门45度进步，左脚跟进，由锤尾由下向右前上方挑起，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，两眼目视锤尾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，
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，两眼目视锤尾方向。步行不变，上动不停，锤微后拉，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，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，两眼目视锤尾方向。左脚向外摆，右脚向左大门进步，同时锤尾从右前方向左上方挑起，右手变成拳握把，两眼目视锤尾方向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，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，两眼目视锤尾方向。步行不变，上动不停，锤微后拉，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，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，两眼目视锤尾方向。右脚归中门，左脚跟进，两手握锤从左下方向右前方挑，右手变成拳握把做天官的动作，左手握锤部分贴于左腰际，两眼目视锤尾方向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握锤由上向外向下再向左做地闸的动作，锤置于身体左前侧，锤尾斜朝下，两眼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上动不停，两手持锤由左向右横隔，锤置于身体的右前侧，锤尾朝下左右拦的动作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前进一步，左脚跟进，锤尾从下向上挑起，锤头部分紧贴于左腰肚，两眼目视锤尾方向。
步行不变，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，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，两眼目视锤尾方向。步行不变，上动不停，锤微后拉，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，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，两眼目视锤尾方向。右脚向前进一步，左脚跟进，锤尾从下向上挑起，锤头部分紧贴于左腰肚，两眼目视锤尾方向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，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，锤尾朝前，两眼目视锤尾方向。步行不变，锤微后拉，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，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，两眼目视锤尾方向。右脚向前进一步，左脚跟进，锤尾从下向上挑起，锤头部分紧贴于左腰肚，两眼目视锤尾方向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，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，锤尾朝前，两眼目视锤尾方向。步行不变，锤微后拉，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，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，两眼目视锤尾方向。右脚尖外摆，左脚向前进一步，锤头从左向右前方横击，止于中线，锤中部贴腰肚，锤头朝前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尖外摆，右脚向前进一步，同时身体左转90度，锤尾从右向左前方横击，止于中线，锤中部贴腰肚，锤尾朝前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尖外摆，左脚向前进一步，同时身体右转90度，侧身下蹲成平马式，锤头从左后方向下向上翘出，锤中部紧贴腰肚，锤头斜朝上，目视锤头。左脚后退一步，右脚跟外旋，身体左转，侧身成丁字马，
垂尾从后向上、向下、向中滑弧甩击，垂尾朝前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外摆，左脚向前进一步，同时身体右转90度，侧身下蹲，长平马式，垂头从左后方向下向上翘出，垂中部，紧贴腰肚，垂头斜朝上，目视垂头。右脚尖外摆，左脚尖里扣，身体右转90度归中门，垂尾从下向上调出，垂中部紧贴于左腰肚，两眼目视垂尾方向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握锤，从上向下捆压，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握锤，从上向下捆压，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，锤尾朝前，两眼目视锤尾方向。步行不变，锤微后拉，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。步行不变，锤微后拉，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，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，两眼目视锤尾方向。